我厨刚房。家里的时间瞧好了，至少目前可以到10点半，就这样了。安营任务做到哪了？我接下来要烧他们的弹药库。烧弹药库，对啊，这么快哦？有吗？他刚刚那个堡垒任务只打10只怪而已。我现在还在选要走哪一个职业。你还没想好？你不是都玩打手或坦克之类的吗？对啊，你是选哪个啊？法师啊？法师啊？想，那他走坦，我要想要走坦还是走盗贼猎人？我觉得从你以前动角色都会弄得比较胖，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坦克或战士那一种。我都玩战士啊。老范，接着，穿越大门。Albion is waiting. No whistling on board, Savvy.启程，我好像到下一个村庄，皇家军队。他说我收到3天尊享特权礼物。3天 VIP 吧。那现在启用吗？还是还不用那么早？他还没有一定要现在启用。任务又是战斗训练跟什么危险之地。这个入门工匠的成就，目前上不确定要不要做。这个任务就比较简单啊，它任务一次整齐一个的样子。来，先做这个危险之地。再往哪走？像这种前往什么 F 挖沟的，只有看小地图，好像没什么提示。
这个吗？也不是。学徒级单人远征。这边好像是劈什么挖沟了，我觉得他引导好像做的不是。进入之后无法立即通过出口离开，这太夸张了吧！我要回去。他法师有分补血的跟攻击的，你有没有看？啊，我是创火焰法杖啊。法杖分支就会，火焰法杖。火焰法杖那就是攻击型的，如果你选攻的话，就是补血型的。哦，我找到那个任务了，其实在城市的右上。牧师是要选攻的哦。嗯，攻才有牧师的分支法杖可以拿。我觉得他引导方面要再加强。我是刚好摸索这个新城市，那个危险之地任务在这个城市的右上角地图。接着又要打异教徒，就为了解锁什么劫掠者这个天赋。没看到怪物，还有人在采矿。来做这张图，没有异教图。逛逛看，真的好像没有。还是可以直接回堡垒那边做。我看应该要去下一张地图。这张图路上都是动物。怎么回事啊？这里是什么地方？难道是下一个城市？好像，真的，而且玩家超多的，比上一个城市还多。游戏很多人玩啊。它每个城市，我目前抵达这个城市是什么 BRID， 玩家是多到爆。只是走这边出去看有没有异教徒啊。这边有学徒级，这种单人远征到底怎样？好像要等阶三，还有等阶五，可是我也才二阶。哦，有人说远征好像要单人副本。好，打打看吧，差一阶应该没什么。先赚银币解任务比较好。那我先玩，就如果你确定要跟我一起玩的话，长期玩就无聊定打。那我就玩坦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长期。干这个。单人远征要解锁那个劫掠者，你要玩坦，可是我没有要长期哦。目前好像只能短期吧，
因为我觉得游戏跑图方面还是有点，像他那一张图都是动物。我忘记这个城市的出口。看他这个职业分析好多、可以当邪灵法师，可以当圣堂大法师，然后可以当邪教徒，好分好细哦。我好像在这个城市迷路了，不然这样好，我选一件盔甲感觉穿起来很帅的，我就选那个职业。是往，看我实在不确定这边要怎么出去的，我好像迷路了。他迷，说这边往下会有路，看起来也不像。啊，是从这边下去的样子，对呀。我找到出口。我可能会先尝试玩个几天吧。我觉得还是要等台湾那边的攻，等巴哈攻略完详细一点，才比较能长期下去。现在还不是那么的 OK。 动物，我看真的，要回，不对，这是怪物吗？不是哎，只是野外的矿，搞不懂。他从领任务的地图，然后到周围的地图都没有看到异教徒，都是动物，他需要玩家回上一张。回前一个地图，要搭船回去吗？上看看，拜托给我异教徒。像这边也只是一般的野区，那、
这个惊叹号也没看到 NPC 在这里。这不是我刚刚接的任务吗？安佛吧，这绿色的双子会不会是异教徒？去一次看看吧。等一下，这个就异教徒。小王。装备的技能可以再换回去，还蛮方便。当然太离谱了吧，这个保护技。啊，老鼠来打我。小王，你姐怎么样？嗯？怎么？我说你那边任务姐怎么样？我在找工会。那么早？一发就过，对，话说好像到现在有没有升级的感觉？没有，这游戏好像角色不会升级，对不对？就是那个天赋盘啊，升级天赋盘而已。哦，他不是说给你点数，然后又有点数，哪里怪怪的？为什么玩到现在都没有那种角色升级的那个？一切都是天赋装备，这种概念是不错了。一个达成，可是还要交刃才可以，还要100多银币。
啊。我已经选好了，我要走这职业。是啊。走坦。在这想好，谁是谁都在电脑要煮了没我在要玩这游戏啊不用钱的我在我在讲话我贴给你吧哦有有有有贴都在许西医是什么职业啊？我遇到不能捡的钱，里面叫通缉。我在好啊你会不会他们设定好像就好哟终于可以交刃这200银币得来不易啊我怎么不讲话会不会他没设定好麦克风
毯，是拿什么具体还是全毯？我也不确定。反正目前大概告诉你，你如果到下一个村庄的那个野外的那个惊叹号，是接一种啊，不，应该要先在城市接，再才会到野外去接，然后之后找那种绿色的点，小地图绿色的点，那边应该就会有地窖图可以打。他现在叫我去找老船长，就在旁边。我要去挖铜矿做剑。二级武器你做了吗？我是直接去四级买。啊，四级？对啊。我还可以直接买啊。对啊，你银币够可以直接买。我有200多，我去买。那你一定够。而且那些二级装都才20-30块而已。那现在要我杀10个异教徒或一个首领也可以。8374353，这个是什么群啊？八开头的。是 YY 吗？我加加看，说什么不让台湾人加？啊，说什么被台湾的台独者骂到不加台湾人？嗯，他妈种族歧视太严重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的仇视大陆人太严重。嗯，很正常。凭什么？凭什么？到底为什么？到底是凭什么？台湾人有特权可以仇视大陆？嗯。可以回去交刃，真快。嗯。我发现那个伺服器的时间是下午1点多耶。下面呢？接着他叫我自力更生，从今往后不再有任何任务，找自己发展方向。嗯，就这样。哎，你妈逼啦 ！AI， 看，总来说，我们画面上的人物走来走去的都是 AI。是啊，他胡乱的。接下来好像已经没有任务了，除了原本那个在右上角那几个。
这游戏那么快就要玩家自力更生了。嗯。那差不多就可以回城休息了。今天好像也玩得快，玩这个游戏的话，快两个小时吧。明天都没什么休息，头也挺累的，准备收播了。巴哈没有工会在偷人吗？巴哈那边好像有吧。贴那个给我看一下，我自己去看。我看看吧。有。那你看吧。用不到装备是要怎么丢掉？我可以出售，靠呗，应该可以买一整套的。用不到装备也不能卖，是怎样？怎么也不能丢，丢哪边？手动牌，买一个。士兵头盔，我看他这个也不能乱买。受损的装不能出售，好像还要修。城市要找修的那一个维修要100多块，看能不能把装备丢地上，我宁愿不要修了。可以直接丢，会摧毁而已，我还省这个修装备。好了，就到这样了。